这个星期，在中国官场当中最耀眼的角色是谁呢？毫无疑问是蔡奇。之前，蔡奇啊，已经身兼中共党内啊很多要职了，分别是什么呢？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中共的国家机关工委的书记，以及中央学习习近平思想小组的组长。而且他还负责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安全工作。所以很多人说，蔡奇之前就已经是掌控了中共高层啊。 生杀大权，但是最近一两天，蔡奇的所囊获的权力又增加了一些。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四月三号的时候就发出了报道，说蔡奇当天以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组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主持了该领导小组的会议，并且啊发表了讲话。以前这个小组的组长是谁呢？就是习近平本人。 而《南华早报》三月二十八号的时候就说，习近平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把中共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主任头衔交给了蔡奇。这两项工作的衔接和交接啊，实际上都没有官方的通报。当然了，对于这些小组的组长也好，网络信息委员会的主任也好，之前都是习近平自己一把抓的，叫内部小组。这充分的就证明啊，现在习近平对蔡奇。 那是特别特别特别的信任。中共的网络安全跟信息化委员会，习近平当年自己组建这个委员会的时候，他自己讲啊，这个委员会它关乎到了中共的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么今天，习近平把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把这个生死攸关的岗位交给了蔡奇。南华早报的信息说啊，这些信息可以产生的管理价值已经达到了人民币五十兆元，这个数字很可怕。 他既然今天能够因着跟习近平的关系也好，被习近平器重也好，把他拔到了这样一个无限高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也得特别担心了。伴君如伴虎啊，可别忘了，之前中国网信办的卢伟就被拉下来了，曾经的网络沙皇就被拉下来了。当然，这一次蔡奇管的不光只是网络，还有信息这块而且金额特别巨大。 那将来如果真的有一天，蔡奇被习近平发现他有不忠的时候，或者有人在这种政治斗争当中把蔡奇作为了一个重点围攻围剿的对象，想尽办法把蔡奇拉下来，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有着巨大产业价值的领域当官，那之后当你落马的时候，就会有巨额的贪腐金额贴在你的身上。 但是对于蔡奇这个人，大家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他当年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那样一个杀伐决断，甚至对于很多当时被他清理的北京他们所认为的低端人口来说，这个蔡奇就是灭绝人性。那也可能习近平把这些这些职位、这些小组交给蔡奇，也是看中了他的狠。 所以之前有人总是拿蔡奇跟李强两个人做对比，说他们俩可能是中共党内啊，接下来内部斗争当中斗得最火爆的，斗得最激烈的。那么今天看来，这个斗从现实局面来说不存在了，因为蔡奇现在从他实际的管辖权限来说，已经碾压李强。这个权力的分配角度来说，也不存在斗，因为这个权力全部是从习近平手里边过渡给蔡奇的。 这个所有的中共党内的内部小组本来习近平一手抓，这证明蔡奇最近一些时日在习近平的身边，因为每一次习近平出访中国的各个地区，他旁边一定会有个高大魁梧的蔡奇。第一呢，蔡奇是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第一书记；第二呢，他也管理着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安保工作，所以他在习近平的身边随时随地的出现，甚至你可以说是习近平的贴身保镖嘛。所以蔡奇这个人。 对习近平来说，个人安全很重要。今天看来，党内安全、党纪安全，蔡奇也是很重要的，或者说习近平很倚重的一个角色。那将来是不是还会有更多习近平的权力会慢慢的也过渡到蔡奇的身上呢？那就可以看得出来，蔡奇的分量虽然在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当中他排在第五，将来啊，有可能就是习近平要隐藏的所谓的。 政治幸存者，这一次李希跟蔡奇搭档，他们两个人要干的是什么事儿呢？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呢，中共中央的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这一次召开会议，主题就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讲话呀精神啊，并且宣布在今年的四月份到七月份要在中共全党展开党纪学习教育。 而且该会还指出啊，说这一次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建设、纪律建设是放在第一位的。第二呢，就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往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就在上个星期的时候，习近平召开了一个政治局的关门会。在政治局的关门会当中，习近平特别强调了一点：从严治党，他认为还有差距，还有漏洞。 甚至呢，他可能发现了某些人在从严治党方面跟他不同心，所以要把某些人给拿下去。大家如果观察中国官场，有一个官员，他可能有点不是很舒适。赵乐际啊，他在上一次中国两会的时候，习近平在会场当中当面的斥责他啊，拿着文件。 对他指指点点，拍桌子讲了一些狠话，结果导致当时赵乐际呢，据说啊面部表情非常的凝重，而且从习近平对他指指点点拍完桌子之后啊，他整个人都不好了，都不敢抬头，一直低着头用笔在那儿把习近平讲的什么问题，讲的什么话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勾勾点点写了下来。所以当时就有猜测说赵乐际被习近平当场训斥，有问题犯了错。最近一两天呢。 中国有一个前高官，前司法部的部长唐一军，在一个闲职上居然落马了。唐一军把他贬到江西政协呢，就是给他养老，基本上就没有上升的空间了。那当时坊间也传出信息说，因为啊，中共高层发现唐一军身体健康有问题，让他提前退休了。 可是没想到啊，在三月二十二号的时候，唐一军在江西省开一个学习习近平讲话的学习会议当中，被当地的领导给叫了出去。叫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了。在过去几天，大家还在猜测啊，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消失了，被抓起来了。那么就在前天的时候，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唐一军落马。 唐一军落马之后啊，引起大家的又一番猜测。比如说，首先第一就是他当初在司法部工作，那么会不会跟傅政华有联系？会不会是傅政华的这个流毒之一？但是啊，后来在互联网当中有分析是啊，就把唐一军整个的升官的路线给梳理了一下，发现其实唐一军他整个仕途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呢，叫做刘峰。 因为刘峰当时就是赵乐际的老领导，是刘峰提拔了赵乐际。刘峰跟赵乐际的家庭跟他的家族有联系。据说刘峰跟赵乐际的父亲，他们俩曾经在青海的时候，他们俩是同事，所以后来唐一军他就当上了刘峰的秘书。之后他要怎么升官啊？那就是刘峰给赵乐际施以小意，打个电话呀，写封信给他呀，希望赵乐际呀提一提议。 唐一军，因为当时赵乐际在中共的组织部嘛，管着这个发官嘛、发帽子嘛，唐一军的整个仕途就是赵乐际一手操办，所以这样一联系起来，那现在把一个要退休的、已经放到闲职上的，而且身体还有病的、没有任何威胁的一个官员唐一军把他拿下来，就是打了谁的脸啊？就是敲了谁的警钟啊？就是敲了赵乐际的警钟，不是唐一军一个事儿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二零二三年以来，赵乐际任中纪委的书记时候，他就有多名跟他有关联的直接下属被查了，包括哪些呢？中国的宁夏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殷学儒被查了，还有中国国务院的国资委的前副部长级的官员骆玉林被查了，中纪委国家监委的第十三审查调查室的一级调研员崔玉南被查了。 以及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的纪检监察组的原二级巡视员姚希科被查了，中纪委的国家监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一级巡视员郝宗强被查了。赵乐际啊，他曾经在青海任职长达三十年，而赵乐际在青海的旧部呢，也是接连的被查。青海西宁的市委前副书记、市长孔令栋啊。 中国融通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西宁市的前副市长许国成，还有青海省的经济和信息发展委员会的前主任、前西宁市的副市长姚林，以及青海省政府的参事王平，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的党委书记、厅长韩向辉、赵乐际曾经干过的一些地方，他的前任不是很好的结局。你比如说。 赵乐际曾经在青海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的前任就是苏荣被查了。当时呢，在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三号的时候，苏荣就因为受贿了一点一亿多元人民币，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赵乐际到了陕西之后，在陕西当省委书记的时候，赵正永任省长。赵乐际调到北京之后呢，赵正永接替了陕西省的省委书记。 但是在二零二零年的七月三十一号，赵正永就因为受贿七点多个亿被判处了死缓，也是最后落了一个终身监禁啊。还有赵乐际在陕西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当时魏明州就任陕西省的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而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呢，魏明州也因为受贿将近两个亿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等等吧，我们算过来。 这个跟赵乐际能够牵上关系的，他的搭档也好，他的下属也好，一个一个的，仿佛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他牵过线的那些人，如今都被拿下来了。那赵乐际是不是真的处在了一个风口浪尖上，有危险呢？